原来是这样，非常感谢。本来冒险家协会已经要忙不过来了。你客气了，冒险家向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，就眼下的情况而言，我们需要团结起来。既然能够达成合作，晚些时候我会把目前收集的深渊情报送过来，我们再一起看看人力安排。好的，辛苦你了。凯瑟琳，我们来了，又有新委托要解决吗？啊，是你们啊，正好有好消息，火神大人那边的人手已经集结完毕，驻扎到纳塔各地去了。因为最近深渊入侵事件多了起来，要是仍然按以前的做法，接到消息之后再行动，那总是会慢一拍。所以火神大人建议利用玄牧人与冒险家协会的情报优势，及时获取纳塔各地的动向，再由我们将消息送到最近的驻扎点，那里的战士就会立刻行动。没错，而且对我们来说也可以专注于收集信息，而不是在各地疲于奔命，所以两位也不用太紧张，最近辛苦你们了，好好休息一下吧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哎，太好了，终于能喘口气了。我知道，我没有就地躺下睡大觉的意思。深渊的动向总是难以捉摸，过去也有突然活跃起来的时候，对这里的人来说，就像是一种突发的天灾。等到灾难结束，大家又会回到正常的生活中。如果这一天能尽快到来就好了。对啊，普通人都还不知道夜神之国的现状已经很糟糕了。这不是旅行者和派蒙吗？你们好。啊，是卡奇娜。哎，你身体已经没问题了吧？是啊，而且现在也不是在家里休息的时候了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点什么。正好听说火神大人在召集战士去野外驻扎，我是来报名参加的。听说你最近也做了很多事，想到你们都在努力，我也不能松懈呀。啊，对了对了，我听西诺宁姐姐说了关于古明的事，她说她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随时都可以过去。终于要见面了呀，传说中的古明工匠，这种东西居然是能打造的，现在我也觉得难以想象。他是个特别厉害的工匠，除了打造古茗，还会做各种各样新奇好玩的东西。委托他的人特别多，总是要排好久的队才行。不过这次他专门为你们空出了时间，打算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这件事上。正好我入队的申请已经交上去了，现在只需要等通知。啊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就一起走吧。应该不会被拒绝吧？不太会吧？要有信心啊！你现在已经是打赢过巡夜者战争的战士了。Yeah.